后族，今天有的是 G-Max Genesis Metallic Tap， 那就是呢我们的七寸高清大屏幕，开阔您的视野。那当然再来是试驾哦，可是需要499令吉，现在马上帮你折扣了200令吉， CJ Wallshop 超值特价，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有买就有送，还要再送给大家正品的总价值236令吉的东西哦，有的是呢我们屏幕保护膜啊等等的。再来的是我们的 Maybank 信用卡用户呢，还可以享有免利息分期付款，3个月每一个月只需要99令吉，67现。最主要是，如果你上网购物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也就是说，下次你买东西啊，还可以再折扣15令吉。那大家不要再等待了，因为今天有2种超酷炫的一个颜色。首先有的是金属蓝，或者你可以选择金属红哦，满足您的需求。有的是7寸的高清大屏幕，再来8MP 的后置摄像镜头，2MP 前置摄像镜头， 1GB 的一个 RAM， 还有8GB 的内存，以及3000mAh 的大电池容量哦。超值特价，万物错过了，马上拨到我们的热线，或者上网到 www.cjwallshop.com.my 抢购吧。来的哇，怎么那个荧幕这样滑的？阿哥，你在干什么？我要看我那个朋友的那个照片，可是我这样小个的。当然啦，你用这么小的一台电话，当然没有用啦。来来来来来来来，不要讲我阿哥啊，不照顾你啊。现在我介绍给你，那这个呢，就是我们G-Max Genesis 的升级版，那就是我们 G-Max Genesis。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自己看一下那个荧幕，你转过来，好大的荧幕哦，它是这样。是，你看到没有？它是7寸高品质的高屏幕啊，真的。所以大家现在不用再眯眯眼看你孙子的照片，眯眯眼，然后去看那个可以叫什么？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些可以讲是新闻啊，全部眯眯眼。这个小电话是要做什么？是丢掉它，不要再用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八旗。早上好，我是星星。那你刚才呢？如果是发觉到是不是你在家里的话，如果读那个 WhatsApp 啊，读那些什么叫短讯的时候，是不是用眯眯眼的话，现在就不用了。你知道为何吗？因为今天呢，我们有我们这个 G-Max Genesis Metallic， 那是最新的 G-Max Genesis， 虽然它是最新，然后虽然它是升级版，但是最主要呢，它价钱都没有升起来啦。是的，没错。再来，我相信哦，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哦，真的还没有满1岁，还是呢还没有到5岁哦，已经开始呢非常精用什么我们的这些高 technology，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全新的这些科技嘛，对不对？像是呢他们会从 YouTube 上面学习到更多的一些知识啊，甚至是呢一些片段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英文的片段，对不对？是。所以你看现在呢很多的小朋友哦，就会呢不断的去看这些影片学习英文的歌曲，甚至是很多妈妈们在忙碌的时候，你会怎样去搞定你的孩子，就是把一个平板电脑丢给他。对。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上网随随便便哦买那种学习的那种电视机给他们学习的话，他的荧幕是不高清的。是。如果他们从小哦还没有1岁，还没有2岁，还没有3岁，就开始看那些不高清的屏幕的时候，你自己想看一下他们的眼睛会怎样，久了之后会怎样，就会开始戴眼镜。真的，我跟你讲哦，很多时候就是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啊，小小就戴那种厚厚的眼镜，我跟你讲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心疼啊。然后同时呢，你买这个怎么讲 G-Max Genesis 的话，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孩子不断的在家里哎用这亮亮的去看怎么讲学习新的语言啊，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同时还可以让他们上网，这是非常非常棒啊。然后同时呢，我跟你说哦，他最主要另一件事情是它的那个颜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就是我们的金属蓝还有我们的金属红。哎，是的，自己来看一下哦。你看它的背面呢就是有 metallic 的一个材质，也就是金属的一个材质，你听一下那个声音。
哇，有没有看得到？所以呢，也就是说怎样呢？也就是呢，我们的可以算是呢，我们的这个背景哦，我们的这个背面呢，它是升级版的。所以你看一下它这个 metallic 镜哦，不管是在灯光底下，还是呢你在我们的这个外头啊阳光底下一拿出来的时候，超级酷炫的。而且重点是它是使用的是非常坚固耐用的一个材质。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哈，如果呢小孩子在用着的时候是吗？是不小心跌在桌子上的话，你没问题，你不用怕它很坏坏。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哦。然后除此之外，哎，刚才我们讲小孩嘛，是的，但是我觉得哈，如果你有这种颜色，就是那个金属蓝跟金属红的话，放进你的怎么讲 handbag 里头很容易找到。所以你妈妈，你自己不用在边，哎呀，咪咪，到底呢我的电话在哪？到底我的 tab 在哪？是的，它呢是一台手机，同样的它也是一台平板，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平板手机。有没有看得到？它的屏幕超大的，哎，我的手掌哦是这样哦，它比我的手掌还要再大，所以你自己想象一下 ，OK， 你自己想象看，星星的手是这样，所以呢，对于你自己来说，七寸的一个大屏幕，肯定可以让你怎样在视觉上面得到最大的一个享受，然后再来的是什么？它的这个电池容量。3000mAh， 也就是说你一直可以持续的一直看 video 哦，一直玩游戏哦，高达两三个小时哦。真的，同时我跟大家说哈，很多时候是不是妈妈在家里啊煮东西啊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到底呢要看新的那个怎么讲 recipe 怎么办？是的，没问题，你一边煮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G Max 啊，就把那个 G Max 放在一旁，然后同时呢，你就可以看着你的 recipe， 你自己都不用眯眯眼的去看它，然后呢，同时你还可以。知道到底呢？哎，如何去煮新的一道菜肴？这不是非常棒的吗？是的，最主要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可以算是的科技呢，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是，你看。我们呢有那么大的一个屏幕，就是可以呢好好的让你放松，然后得到最大的一个享受，最大的娱乐。现在哦，真的很少人哦会想说，用那个手机来看影片，为什么？手机萤幕很小。但是如果今天哦你有的是平板手机的话呢，哎，你肯定会拿它睡觉前也看也好，对，还是你一边煮东西一边在追那个连续剧都好，真的都是会最大的享受哦。对，然后同时啊，如果就好像现在没有报纸了嘛。对不对？是，所以报纸呢，全部都是在我的 internet 上面。但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不用去眯眯眼的去看那些字体，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它是非常高清。非常非常棒的啦，没错，你看一下我手上呢有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metallic 红，那 Bucky 手上呢有的是 metallic 蓝的部分，它的颜色真的很漂亮，看到吗？如果我这样子闪一闪的话，哇，它是亮亮的，你懂为何吗？因为呢它就是一个 metallic 的那种感觉，看到没有？是的，它非常亮，而且看起来很高级耶，真的非常高级。我说哈，不管哈，你如果你是男生，就好像我这样子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个蓝色，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它感觉上高贵。又优雅，哇，真的很棒哎！然后同时呢，我跟大家说哈，很多时候是吗？当我们去怎么讲旅行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最喜欢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拍照。当你拍照的时候是吗？你拍出来的照片哦，你不用的，然后去 edit 都好啊，你不用就是眯眯眼的去看，你懂为何吗？因为我们是七寸的高屏幕，七寸非常大哎，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拍出来的照片呢、哇，我跟你说哈，你一直都可以带在身旁。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是的，来，我们现在呢就测试一下给大家看哦，它的后面的摄像镜头有8 megapixel， 所以呢，你知道吗？它除了可以给你呢小孩子用之外哦，学习的部分之外，它还可以这样拍照。哎，来，1、2、3，哇，再来一张，再来一张，1、2、3，哇！我跟你说，镜头大，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屏幕大的话呢，让你整个人看起来哦，真的非常的清楚。你要看你孙子的那个照片哦，你不用放大，因为原本的那个屏幕就已经很清楚了。看到没有？这个呢，就是我用刚才后的那个摄像镜头，就是8 megapixel 的摄像镜头来拍我们的星星，它是非常非常的清哦。然后同时你看，它一抓着那红色，就是金属红的那个，怎么讲 ？G Max 哇，我是说非常的，就是好像很。
很硬啊，那个 style 真的是很漂亮哦。然后同时呢，刚才我们也说它后面呢是有8 megapixel， 但是它前面是有2 megapixel。是的。但是呢，除此之外，我跟大家说哦，它后面就是前面的那个怎么讲，摄像镜头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就是一个那个功能，那就是一个自拍的功能。你懂它自拍的功能是怎么样的吗？来，我跟大家说，大家在家里来跟着我。做这个动作，那你只要懂得做这个动作的话，你不用怕你的手呢不够长。来来来，我跟大家说，来，我们去现在呢来看一下，来，好，看啊，来，现在呢我就去换那个怎么讲，换那个镜头，是，来，首先呢我去看着它，你看，它是直接帮我拍耶，再来一次好不好？好聪明哦。真的非常非常聪明，你只要这样子的话，他就直接帮你自拍。来给大家看，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自拍，然后自拍的是用后面的，就前面的那个怎么讲，摄像镜头是2 megapixel 的摄像镜头，还是非常的高清哦。所以呢，不管呢你要 selfie 都好哈，还是用后面的摄像镜头呢，是非常非常棒的。这样子的话，跟你讲啊，你出去出国啊旅行的时候是吗？自己都不用带一个大大架的怎么讲那个camera， 因为呢你有这个电话，又有一个 tab， 同时又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camera， 是不是全部是一个万能的一个手？是的，没错。然后再来的就是哦，其实我们现在呢，妈妈们呢，甚至呢，我们的这些家长们呢，都会用什么？我们这些高科技呢，来让你的孩子学习到更多，对不对？像是呢，他们会上 YouTube 啊，去看一些影片，甚至是哦，妈妈们也会就下载很多的这些手机应用程式在你们的电话里头，然后呢，让你的孩子去学习。但是你没有发现到，孩子呢，如果每一天跟你争着手机用，其实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今天哦，你有一个 phone tab 是专属于你孩子的。你看，当他要学 A B C 的时候，他就按进去。你看这个是什么 ？A， 我开最大声给大家听一下哦，我们的这个声音，来，看到吗？哇！再来。而且有没有看得到？我跟你讲啊，我的感觉是吗？我跟你说，小朋友啊，很快的就会开始 A B C D E F G， 就是跟着大，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呢，小小年纪哦，就开始学习的时候是吗？就可以这样子帮助他们的头脑。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啊，因为现在的小朋友啊，是进到学校竞争很高没错。所以如果你可以从小小呢就开始培养他们，让他们去学习多一种语言的话，非常非常棒。我跟你讲啊。不久的话，会更多的马基仔呢，就会懂得多过2个语言的啦。真的，而且再来哦，除了可以学习 A B C D 之外呢，其实呢，如果孩子们适量的每一天哦，你让他们玩一些游戏，智力的这些游戏半个小时，对他们身心的发展哦是好的。你看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互动性的，是不是？它就呢很像可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哦，你就可以这样子拉，拉了之后它会跟你说，然后会出现。Cat， 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得到？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哎！再来，你看，这是什么 ？Lion，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跟你说，所以呢，不要单单哦，就让你的孩子哦，就只是看影片而已，而是让他们有互动性的，一边玩游戏，一边学习到这些英文单字。所以呢，顺其自然的，他们在玩的，在娱乐的当儿哦，是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知识哎，真的，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最主要哈，你有一个 tab， 又有一个 phone， 同时呢，我跟大家说哈，因为它是升级版的，但是刚才我已经讲了。虽然它是升级版的，但是价钱没有再升，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它的价钱还是299。是的，你没听错，这个呢是299。刚才呢，我们就跟你说，小孩子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吧？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就已经卖出了7套。谢谢你，你懂为何吗？因为呢，你是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你为了你的孩子着想。现在呢，我就让你有一个自己的 me time， 因为我知道家里的朋友嘛，喜欢看 YouTube， 喜欢看这些 drama 嘛。你看，好快的，你就卖出了10台，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不到几秒钟哦，我们就这么快就已经卖了10台。非常非常谢谢你。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呢，很多时候是吗，我们在家里啊，非常喜欢看 YouTube 嘛，对不对？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上一次跟我妈妈就是去上海的时候，然后你看到吗？就是我跟我母亲，然后同时呢，你看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是非常高清。还有呢，同时呢，你听到那个声音没有？
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大声哦，所以不管呢，你如果还是没有戴耳机都好呢，没问题，你还是可以听得非常清楚，然后是非常高清。但是我跟大家说哦，今天呢，哎呀，没问题，我们还会送你耳机。那我是首先跟大家讲哦，除此之外，除了 e-learning 之外呢，你还可以看这些 YouTube， 可以打 game， 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最主要，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要花一个299零级罢了。没错没错，我跟你说，荧幕大哦，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搞定。再加上哦，它的这个，你看我开了很多的这些 apps， 你有没有发现到？哇，我一拉哦，真的是有十几个 apps 哎。但是你发现到它有卡吗？没有嘛，你拿你现在的手机出来按一下，有没有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对不对？然后重点说，你不用一个一个一个慢慢的就这样子把它给关掉，你直接从这里哦，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小按钮，你就在这里按一下，哎，它就完完全全的是怎样，就全部呢会自动的消失了。你看它就这样子哦，然后再来咯，如果呢我们要用呢，很像是给孩子学习的时候，你要敲弄嘛，对不对？我们就这样子转过来，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呢按得到是什么，我们的这个，来，我们先把这个关掉，然后呢你看你把它这里按出来，然后你按在这里，你可以发现到的是，哎，它这里哦就有一个 pin， 有没有发现那个 pin？ 然后你按一下这个 pin啊，它就呢可以呢，我们再来按一次，它的那个 pin 呢是在这里小小的，所以妈妈们你们在按的时候呢就这样子小心。哇，我看到，但是呢，我最主要的我是觉得呢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你懂为何吗？因为小朋友呢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可以学习这些 e-learning， 同时你还可以看自己的怎么讲，自己的一些啊 YouTube 啊，或者自己的一些 recipe， 这个是非常棒。但最主要呢，那这个我来。请看过来，今天这个价钱299呢，除了你拿到那个 GMAX 之外呢，我们还有免费赠品了。是的，来，请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免费赠品。我跟你说，今天免费赠品是非常非常的棒。首先呢，我们有保护壳、保护膜，还有一个小小的 USB 风扇，一个很精致的怎么讲，头戴的那个耳机，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收纳袋呢，盥洗袋，你可以放在厕所啦，对呀、啊，或者是去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带着，因为呢它特别大，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最主要呢，所有这些赠品加买我们的个 GMAX Genesis 多少钱呢、啊？是的，自己看过来哦。我们的市价可是需要呢499令吉，但是今天帮大家节省了200令吉，因为有整个套组哦，我们的这个 Phone Tap 只需要299令吉而已。那如果呢，你觉得呢299令吉你要一次过付款的话呢，对你来说压力很大，你放心，如果你是 Maybank 信用卡用户的话呢，哎，三个月每一个月你一边使用一边给钱，也只需要给599令吉67仙而已哦。到底要去哪里找？我跟你说，只有在 CJ Wow Show 才有那么棒的一个好康啊！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好康。我跟你讲哦，我最喜欢最喜欢这个了。你懂为什么吗？当我出国啊去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它。你看，可以装这么多东西，然后同时呢，你所有的 toilet 时候都不会乱，因为它有好多好多的小小包啊，是非常非常棒。我跟你讲啊，这一次呢，我们是送给你。我说你去买电话、买 tap 都好啊，老板啊，你还要求他，这一次你不用求，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送给你。最主要要做什么？现在拨打我们电话号码，或上网 www.cjwatch.com 把我们这个 GMAX 带回家。你看一下，今天呢有两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首先呢，有的是金属红，或者是金属蓝。你到底喜欢哪一个颜色呢？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屏幕啊真的很大，所以呢，让你一目了然，把所有你要看的这个视频啊，甚至是照片啊，都看得清清楚楚。是，我跟你说，星星啊，人家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不对？但是这一次，我跟你讲，有了我们这个 GMAX 的话，你根本都不用行万里路了。你懂为何吗？因为呢，万里路就在你的手中了啦。所以每一次呢，如果你想看一些 YouTube 啊，还是让小孩子呢学习新的东西都好，看报纸都好，是吗？您不用再眯眯眼，不用再这么辛苦了。你懂为何吗？因为呢，我们有一个7寸的高屏幕，对 ，HD 的7寸高屏幕，真的，你看我们这么快已经卖出了18套，谢谢你。你懂为何大家都这么快要
购买我们跟 GMAX 吗？因为呢，它是一个限时的高值版的，但是呢，最主要呢，虽然它是升级版呢，但是它的价钱还是299哦，所以我就说这299非常值得哦，是不是星星？是的，再来的就是呢，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哦，其实都是呢怎样？机不离手，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太夸张了。然后甚至是呢，我会看到我姐姐啦，就是她上网呢有买了一台好像是学习的一个电脑，然后电视机这样的一个东西给她的女儿看。但是你知道吗？那台东西哦要400多块。然后再来，我一看到哦1岁2岁的小朋友在看着那样的一个屏幕，我就直接骂我姐姐，姐好心你啦，那个屏幕蒙成这样，眼睛弄成这样，你看你的女儿1、2岁而已，你就给他看那么不高清的一个平面，对不对？你让他看起来呢，就眼睛是非常伤害的啊。真的，但是我跟你讲啊，虽然你给个400多零级、500多零级买的东西是吗？但是我跟你说，它里头的防身不多。对。然后呢，我跟你讲啊，里头的它已经有怎么讲限制，就是限制的那些 knowledge 啊知识。但是呢，我们有我们这个怎么讲 GMAX 的话呢，没问题。你懂为何吗？你一直可以 install 新的 app 在里头，然后呢还可以。上网，你一上网的话，就是小朋友呢可以学习更加多的东西。所以呢，最主要另一个事情是什么？你不用499，你只要299就可以把我们这个GMAX带回家嘞。没错没错，而且已经带回家的哦，可是7寸的高清大屏幕。所以你看，今天不管你要自己用、自己打电话、自己看影片都好，还是呢你要让你的孩子哦，就是每一天哦半个小时，让他们学习一下英文单字，都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呢，我跟你讲啊，它的颜色特别的时尚，你懂为何吗？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金属蓝，还有金属红的颜色。是的。对呀、啊，我跟你。讲啊，你戴在手上啊，哇，很in啊，很style啊。同时呢，今天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免费赠品啊。首先，我们有一个头戴式的耳机 ，USB 的小风扇，手机保护壳，还有我们的屏幕保护膜，还有我们这个旅行的收纳袋哦。是的。所以不管呢，我跟你讲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旅行收纳袋。你懂为何吗？因为它够大，可以放很多东西耶。没错。再来的就是呢，如果你今天现在上网订购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赚取5%的网购积分。那有没有看得到我们屏幕的这个呢？右手边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画面，然后真的所有的礼物哦，都是要用送的方式送给你。看那个红色按钮吗？狠狠的按下去 ，Buy Now， 你还可以额外赚取呢15令吉的一个折扣。就是、也就是说，下次你买东西、啊、有一个15令吉的折扣啊，哇，超非常棒啦！我跟你讲啊，所以呢，你不要再等了，你懂为何吗？因为这2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跟你讲，一小孩有知识。二，你又可以看 YouTube， 又可以看连续剧。三，我跟你说，节省，因为只是299。是的，再来，我觉得真的，你孩子的眼睛哦是很重要的，因为眼睛是大家的灵魂之窗。所以拜托各位妈妈们、各位爸爸们，不要在网络上再买一些非常劣等画质的这些高科技产品给你孩子了。他们之间已经卖出了33套。是啊，有买到的人真的是聪明耶。我跟你讲，是非常聪明的人，你懂为何吗？因为你这299哦，是为了孩子的 investment， 是你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没错，299，你看直接37套，是谢谢你。这种投资，这种钱不能再省了，因为我们已经帮你省299，又有这么多免费赠品，不要再等哦。现在就要拨打我们电话号码或上网 www.cgworkshop.com.my， 为你的孩子而着想。只要下载 CG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官方网站，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登录您的户口，选择您想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上网订购还可以获得额外5%的 Wow 积分，天天精彩，天天 Wow。今天 CG Workshop 独家套组，有的是 GMAX Genesis Tab Metallic Phone Tab， 有的是7寸的高清大屏幕，开阔您的好视野。再来的就是什么呢？市价可是需要499令吉，但是今天 CG Workshop 帮你省下了200令吉哦，超
值特价，只需要299令吉而已。然后呢，今天有买就有送哦，还要再送给大家的品物保护膜啦、手机保护壳、USB 的小风扇、头戴式的耳机，还有的是旅行用的这个盥洗包。赠品的总价值已经要236令吉，也太好了吧！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呢，还可以享有一边使用一边付钱的好处哦。也就是说，三个月每一个月你只需要付99令吉67现。如果你现在呢上网订购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哦。下次买东西你就可以再 discount 15令吉啦。所以大家不要等待了，因为今天有两种超酷炫的一个颜色。首先有的是金属蓝，或者你喜欢的是金属红，也可以把它给带回家、哦、满足您的需求。有的是7寸的高清大屏幕，8MP 的后置摄像镜头，2MP 的前置摄像镜头， 1GB 的 RAM 以及 8GB 的内存，还有3000mAh 的大电池容量，超值套组，万物错过，赶快拨打热线或者上网到 www.cjworldshop.com.my 抢购吧。帅哥到底是谁呀、啊？怎么手上的这个风毯可以那么的漂亮呢？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这个 GMAX Genesis 哦，它是升级版的，你懂为什么吗？但是呢，最主要的呢，它的价钱根本一点点都没有吸，你知道为何吗？因为它的价钱还是在299令吉。然后同时呢，今天呢，我跟大家说，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颜色，那就是金属蓝还有金属红。你看这个蓝色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的in哦。不管呢男生女生一拿在手上，哇，我跟你讲，超酷的耶！是的，重点是我很喜欢呢，它后面升级版的一个金属的材质。我跟你说，金属的材质哦就是这样，不管你在灯光底下哦，你这样子转啊转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哇，它的那个颜色。真的哇！然后我跟大家说哈，其实呢，我喜欢是什么，你懂为何？就是呢，它有这么7寸的 HD 高屏幕，你看到没有？没错，是7寸呢。这样子的话哈，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那边的话哈，你的手都折不到它，你懂吗？真的，所以呢，如果你看什么 YouTube 都好啊，看报纸都好啊，上 Facebook 都好，是不是？是，你都会觉得哇，很不啊，感觉上很有满足感，你懂为何吗？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大哦，真的。所以你自己想象一下哦，你在看你孙子的照片也好，你在读一些新闻，甚至看 Facebook 都好哦，都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7寸的大屏幕，哎，你真的很难找得到哦。是，然后同时我跟你说，刚才呢，欣欣就讲嘛，哎，看着孙的那个照片嘛，对不对？我们是非常喜欢去旅行的人，是吗？但是呢，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不可能要带这么大的一个怎么讲啊相机嘛，对不对？是的。所以呢，有了它，你就可以用它来拍照，你懂为何吗？因为它后面这个怎么讲，摄像镜头呢是8MP。来，我来示范一下，我来拍一个星星。哎，小朋友，投进一下好不好？1、2、3，啊，来。哎，你知道吗？荧幕那么大哦，有时候老人家在拍照的时候都要拿到很远，然后这样子看，哇，好像看不到你的那种感觉。现在你不用怕了，因为它荧幕很大，所以你拍照起来哦也很方便。你看到没有？刚才呢，我就把我们的星星啊，这个小朋友拍下来，你看到吗？我还可以 zoom 哎，然后呢 ，zoom 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它是 HD 的照片，所以呢拍出来呢是非常非常的高清。这样子的话哈，哎，如果你去旅行啊，还是你跟你的小朋友啊一起出去的话，是吗？你永远可以把所有这些回忆啊留在你的这个 G Max 里头哦。是的，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就是呢你拍照了之后呢，你在看回这些回忆的时候啊，哇，也可以呢非常的一目了然的。为什么？因为呢它就是呢我们的这个画面哦是非常大的，你看。真的，然后现在我跟大家说哦，我喜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它可以拿来 selfie， 但是你不用怕，你不用一直要去按，哎呀哎呀，我手不够长，尤其是像星星这样子啊，他手特别的短呐、啊，
根本都按不到那个按钮，你懂为何吗？只要你会这样子做一个 piece 的话呢，它就会帮你拍照。来，我直接给大家看，来，哎呀，它就一 detect 到你的照片，就会来帮你拍照了。哎，啊，是，来给大家看哦。我们再来看一次，你知道吗？有时候呢，因为手机很大，然后我们女生呢就抓不到嘛，对不对？抓不到的时候，你就呢要放一个手势，它这样子呢 sense 到你的这个耶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三。二一拍了，你 看到没有？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自己自拍的那个照片。哇，我跟你说，我根本都不用去按它，你懂吗？我只做这一，哎呀，这个 peace 的手势，它就可以帮我自拍了，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同时，我跟大家说哈，因为呢，它是有一个 face beauty 的这个 app， 然后就是特地自介帮你美颜，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是的，它可以自动美颜，你不用自己去调啊。真的，然后再来看哦，我们经常要用手机的时候，你最怕它什么？它速度很慢，它很 lag， 对不对？但是你看哦，现在哦，我滑了那么多的 apps， 你有没有看得到？我开了那么多的 apps 哦，但是。它有在 lag 吗？它有在卡卡的吗？完全没有吗？对不对？而且重点哦，很方便的就是什么？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用处，就是 呢我按进来这里哈，你看呢、啊，我再按多一次给大家看。因为呢，我要教大家的是呢，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呢我们的 chill log 的一个部分。对，真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哈、哦，除此之外呢，刚才呢他是讲不 lag 嘛，对不对？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它有一个3000mAh。3000mAh 的那个电池，你懂吗？当时那个有电池这么高的话，是不是你一直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 YouTube？ 没错、欸，我跟你讲啊，你是不是喜欢追那些韩国的连续剧啊？我跟你讲，如果有3000mAh 那个怎么讲电池容量的话，你一直可以追到5、6集啊，同时呢还可以在外头拍照，同时还可以让你的孩子用。没问题，不用一直在 charge， 不用带长长的 wire， 你懂吗？很麻烦。真的，你看刚刚呢，我们就有想到呢，有超 low 的一个部分。那很多时候呢，妈妈们会很烦恼的是，哎，明明手机啊，还是呢你的平板电脑呢，交给你的孩子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哎，我明明是开给他看影片，为什么到最后他会去到你的 Facebook 啦、啊，还是乱按你的照片，到最后呢，不小心 delete 掉你的照片就糟糕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这里哦，有没有一个小小的 pin， 你就把这个 pin 给按下去。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哎 ，screen is pin， got it。然后你会发现到怎样？不管你的孩子哦怎么去按，你看他这都不会出去的，所以代表呢，他就是老老实实的一直待在这里。真的。然后妈妈们，你要怎样出去呢？我教你们，其实很容易，你要这样子哦，拿着了之后，对不对？然后呢，你的两只手指你要这样子按着。就是这样、就可以呢 unlock 掉我们的这个 screen 啦。是的，我跟大家说哈，其实这个非常非常好的 feature， 你懂为何吗？因为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根本都不懂你的小朋友在家里啊，在看东西的时候是看些什么东西，上网是上什么东西。我们为了他的知识，为了他的未来而着想，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去保护他的话，你真的不懂在网上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星星。是的，然后再来的就是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因为呢，他有的是呢7寸的高。清大屏幕，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眼睛一直要盯着荧幕去看。如果呢，你想一下哦，今天哦，你家里的老人家，你家里的长辈、父母哦，一直这样子看哦，很少很难看得到，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你放心，为什么？他就连哦，连打字的部分哦，他都可以放大。你看，我们现在哦，在 document 的部分。你可不可以看得到 CJ Workshop 超大的一个字的？那如果今天呢，我要再打些其他的字呢，像是 A B C D， 你也不用怕，为什么？它就是那样大的一个部分哎。所以妈妈们啊，甚至爸爸们啊，如果你要做一个笔记的话的哦，还是你要写下你的4个号码的话哦，你也可以这样子写在这里，然后也适合呢我们的大学生在做一些 assignment 的时候，在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啊，他们可以开启他们的 Word File， 就是这样子呢，可以做起功课来了。我要卖出的48套。是的，你懂为何吗？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非常好用，不管小朋友都好，大人都好，连在读书的小朋友啊，或者是在读大学的朋友啊，都可以一直用它。我跟你讲哦，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件事情，你懂为何吗？因为呢，它的那个手感是非常非常棒的。身为一个主持人的我，哎，当我上台的时候，是我就需要用着我的稿，看着我的稿。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哦，它这里呢是有一个 app， 就是呢，我可以 download Word file，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那一边拿着我的这个怎么样搞，然后一边呢看着他非常哎，大家跟你讲
现在呢，我们要环保，要低碳，用纸的话要砍树，不环保。但是有它在手上的话呢，哎呀，我可以非常 confident， 你懂为何吗？因为呢，它一快速，二电池容量又高，三我不用眯眯眼戴着眼镜去看它。你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我自己都买了一台呀、啊，你想想看，我穿着这样子的西装，你看55套卖出去，谢谢你。我跟你说、啊，你看我拿着这个蓝色的话呢，放在手上，穿着西装，哇，是不是非常的in？是不是感觉上有品质，有怎么讲，盖尔母土的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哦。真的，然后再来是呢，很多老人家其实呢最常用的就是什么，他们要大屏幕的一个视觉嘛，对不对？我跟你说，在这里哦，有一个可以调整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呢我们可以按进去。你看，这么快就卖出58套了，不要等哦，不要等哦。是的，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你可以呢按进去哪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display 的一个部分。那 display 的部分呢，它有的是什么？一个 font size， 有没有看得到？有一个 font size 呢，你按进去，它可以调 small、normal、large 跟 huge。所以你按 huge 就是把字体弄到最大，然后你关掉它。其实哦，你看它的所有的字哦，真的是很大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呢我们这些呢，可以算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呢你要一目了然，让你的孩子呢清楚的看到他的那些英文单字啊，还是中文单字啊，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方便。最主要是你看，我不管怎样滑哦，我们超多，我们已经download下载了超多的这些应用程式，为的呢就是让自己方便啊，偶尔可以看一下连续剧啊，也让呢你的孩子啊有很多的这些学习管道可以去学习。更多的这些英文单字或者是中文单字，甚至是呢可以看影片，一边学习一边唱歌，还可以一边跳舞呢。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同时我跟你讲啊，星星，每一次如果你去买电话啊，买 tab 都好是吗，你都要求我们这个老板啊，可不可以给我免费赠品啊，老板啊给我 phone cover 啊，老板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呢，那个老板啊看你啊是翻白眼的。但是呢，我跟你讲，在我们CJ Watcher的话呢，如果你看到我 Bucky 还有星星的话呢，今天我们有免费赠品给你了。首先呢，我们有我们的保护壳，还有保护膜、USB 小风扇、头戴式的这个耳机，还有这个旅行的万喜袋。这个呢，我非常喜欢。你懂为何吗？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是你可以放好多好多东西耶。最主要，所有这些东西加买我们的 GMAX 多少钱？星星，我跟你说，价钱的这个部分呢，你一定要好好的看过来。为什么整个套组哎，在外面的市价是499令吉，完全没有怎样给大家赠品。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赠品就算了，还要再额外折扣的200令吉，在 CJ Watcher 超值特价是299令吉而已哦。重点是，如果呢你今天是使用 Maybank 的话呢，不要忘记可以一边使用呢一边给钱，也就是说3个月，然后每个月呢你只需要付呢99令吉67线，用了3个月，你付了3个月之后，这台电话就是属于你的啦。真的，然后跟你讲啊，99令吉的话，你一天去吃晚餐呢就完了了啦。但是呢，我跟你讲，除此之外，我最喜欢的这个免费赠品，来开一下，嚯，看到没有？小小的一个收纳袋，但里头我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你看，每一个小包包里头我都已经装满东西了，欸，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跟你讲啊，旅行的时候非常好用。说起旅行的话呢，你现在只花299令吉，你又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电脑，非常棒的一个手机。你看，我们已经卖出了69套了，谢谢你。然后呢，所有这些东西是吗？只需要299令吉。多余的钱收起来去旅行，为你的孩子而着想。现在就要拨打我们电话号码，或上网 www.cjwatch.com， 赶快把我们的 GMAX 抢回家。两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首先呢有的是金属红或者是金属蓝，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它可是 GMAX Genesis 的这个 Metallic 升级版的 Phone Tape， 还有的是什么一年的保证期哦。真的，这个很重要啊，一年的保证期。同时我跟你讲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懂吗？虽然呢你为了孩子买这个东西，但是你自己也可以用耶，你却也可以看报纸啊，看 YouTube 啊。最主要你懂为何吗？因为呢它的屏幕够大，
七寸，人家讲 size does matter，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你要它够大够宽，就是七寸的非常好用。你看，我们卖出了72套，是的。你再想看哈，现在的报纸啊，你都不是在纸上，是你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 tab 的话，你可以看报纸，懂得最新的新闻。然后同时，如果你做那种 video call 的话，是不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方？真的，而且哦，它不只是一个平板电脑哦，它而是呢是手机的功能呢？你看，我们已经卖出了75套了，大家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而且呢存货有限，老板呢真的很少给那么大个套组的这个 free gift 的，真的。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这一些 free gift 的话哦，再加上200令吉的一个折扣的话哦，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这个时段了。不要忘记，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我们的 G-Man Genesis Metallic 的一个升级版。那当然，再来，如果呢现在在电话在战线当中的话呢，不要着急，不要紧张，赶快上网订购 www.cjworkshop.com.my。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手机？然后呢，你看到的这些一大堆的礼物，是我们要用送的方式送给大家的。对的。红色的按钮，赶紧的给它按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何？你按了下去，你就省了200块。哇，真的这么棒啊！真的这么棒，同时呢，还有个5%的哇购物积分。什么是5%哇购物积分？就是说改天你再买东西的话，我们再给你一个15令吉的折扣。你没有听错哦，你除了有一个 G Max， 还有免费赠品，还有，我们再给你15令吉的一个折扣。所以呢，你不要再等了啦，我跟你讲，因为呢，它是299令吉而已。还有我跟你讲啊，它非常非常的棒，非常先进，你懂为何吗？为什么？因为里头你可以放2个 SIM 卡。哇！所以呢，尤其是你好像你喜欢去旅行的，是不是？是。你已经有放了一个 SIM 卡了之后是吗？然后之后你去到国外的话，还可以用他们的 prepaid SIM 卡放在里头。真的，所以妈妈你看哦，你不用再带大的一个平板电脑，然后要再带多一台电话出门了。你今天只需要一机，你就可以打天下了。真的。为什么？它可以让你好好的看你的连续剧之外呢？又可以接到你孩子打来的电话。哇，喂，妈妈，你现在到万里长城了吗？哎呀，来，孩子啊，我给你看万里长城。我们来 video call， 是来 video call， 你懂为什么吗？因为等一下，我们卖出了79套，谢谢你。我跟你讲啊，你现在只剩下5分钟，在5分钟里头呢，一定要购买了，因为我们的存货有限哦，卖完了，我们不懂几时还要把它带进来呀。是的，大家看一下7寸的高清大屏幕，真的不要再让你的孩子眯眯眼看那一些呢没有高清的屏幕，然后再来呢299，有的是7寸高清大屏幕，你到底要去哪里找？只有在 CJ Wall Show， 我们帮你折扣了200令吉，还要再送你一大堆的礼物哦。是，真的，所以不要再等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电话号码，或上网 www.cjwallshop.com.my， 赶快把我们 G Max 抢回家。中别担心，只要下载 CJ Workshop 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浏览官方网站，只需要3个简单的步骤：登录您的户口，选择您想购买的产品，点击 Buy Now 的按钮，你所订购的产品就随即为您送上。上网订购还可以获得额外5%的 Wow 积分，天天精彩，天天 Wow。今天有买就有送，你除了呢可以以299令吉获得我们的 Genesis Metallic 的一个 Phone Tap 之外呢，还要再送你保护膜啦、保护壳啦、小风扇啦、头戴式的耳机，还有我们的旅行用的这个盥洗包。再来就是市价，单单电话就是要499令吉，但是今天我们再折扣200令吉，再给你很多的礼物，超值特价，只需要299令吉而已。最主要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还可以享有一边使用一边付钱的一个好处。你看哦，99令吉67线，你供完3个月，这一台手机就是你的啦。而且不要忘记还有1年的保证期哦。重点是呢，如果你网络上购买的话呢，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 Wow 购物积分。下次你买东西可以再 discount 15令吉耶。
星星。你看，有时候呢，是我们在洗手间哦，用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电话不好放哪里，是不是？不要担心，我们有送你这个盥洗袋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子，哒哒。你的电话呢不会掉进马桶里哦，这个好用哎。但是我问你啊，星星啊，是你要不要跟我分手？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呀、啊，有了它，还有这个耳机，我太帅了啦。真的，我跟你讲，哪里找？你看，你看，你看，它的那个颜色啊，那个金属蓝啊，是特别特别的时尚啊。然后同时呢，我跟你讲哦，这个，你看，你看，你看到我们这个怎么讲，头戴式的耳机好不好？它呢是非常的时尚哦。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到机场的时候啊，上飞机的时候是吗？您可以用它哎，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一个 me time， 然后呢，同时呢，一边看新闻、看 YouTube、听音乐，是不是超棒？然后最主要是什么？因为在我们星际 Watch， 我们给你省，今天的价钱只需要299零几而已哦。真的，大家看过来，七寸的高清大屏幕，七寸，你很难想象七寸是多大，对不对？放心，来，我把妈妈的那个手机给带来了，你看这样子一个呢对比之下，你就可以看得出七寸的大屏幕到底是有多大。你自己想一下，你想要用这样的一个手机看东西，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手机呢来看你孙子的照片呢？当然是这一台啦，对不对？而且你买这一台手机哦，其实不便宜耶，也要呢五六百块。但是今天哦，这一台东西只需要299令吉而已，而且呢，可以让你呢，就是让你啊通畅无阻之余哦，整个大屏幕就是可以让你一目了然来欣赏你要看的这一些可以算是呢我们的这个 drama 啦，还是呢你要让小朋友哦来玩游戏的话呢，你就直接呢是按一下我们的这个 games kit， 你看。就是这样子哦，你的孩子呢也不用眯眯眼呢去看到我们的这些游戏啦，然后呢你就这样子哦，随便呢你就按下去，你就可以呢跟孩子玩起游戏来啦，对不对？这个非常非常棒哦，亲子时间就是这样而已，每天花个半个小时让他们动动一下脑筋，是有利于呢、他们的一个呢身心灵的一个发展的啊。但是我跟你讲，星星，很多时候讲关于时间，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讲 Bucky 啊，他会不会 lag 的哦？我跟你讲，他不会 lag。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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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你看到吗？ Wow、有没有 lag？ 我这样子，你看，我开了这么多 apps， 但是呢，它还是非常的顺哦。你看到吗？你看到它上下是多么顺的吗？它不是一个两个哦，是这么多个哦。然后你看。很多时候是吗？你买那个4000、5000块的那个手机都好啊，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关掉它。但是这里你看，它只有一个小小的按钮呢，你一按，来，我们给看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只有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按钮是吗？一按它，所有的这些就关掉了啦，这个非常非常棒。哎，你看。周末我突然开 camera， 因为呢我就要拍照了，好不好？你懂为什么吗？我们的这个什么镜头哈、后面是8MP的一个镜头。来，我们来拍一下我们这些阿邦 camera， 来1、2、3，拍照！哎呀，看到看到看到，来来来来来，我 zoom 一下给大家看，你看到吗 ？zoom 了之后还是非常非常的高清哦。你懂为何吗？因为它是 HD 的照片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不要等了，这个价钱是299零几，不要再等了。是的，大家不要忘记哦，这台手机还可以帮助呢你的孩子，甚至你自己来做一下笔记，做一下功课。为什么？自己看一下我们的屏幕，也就是呢，我们有的是金属蓝以及我们的金属红，再来的就是两个颜色都很漂亮，都是我们升级版的，还要送给大家那么多的一个礼物，我们不用求老板，我们直接非常大方的用送的方式送给你所有你看到的这些礼物哦。真的不要再等了，你跟你讲，看到没有？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是你的，现在抢购我们的 GMAX， www.cjwatch.com.my， 赶快抢购 GMAX 吧！